瓜交上，对峙双方剑拔弩张。面对荷枪实弹、不可一世的抹国士兵，我守交官兵再次向他们发出严重警告。抹国军队竟把我放得一再忍让，当着软弱可欺，竟用当众撒尿、笑骂等下流动作侮辱我方战士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战士们组成战斗队形，迎着抹国军队黑洞洞的枪口一步步逼向前去。这时对方士兵恶狠狠地端起枪，瞄准我夺旗的战士。在其扣动扳机的一刹那，我502舰副枪炮长杨志亮眼疾手快，纵身扑了过去。哎，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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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抹国军队开枪。与此同时，其舰船上的各种武器也疯狂地向我登交队员压了过来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我们不打第一枪，但也绝不容忍别人向我开枪。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。1988年3月14日上午8时47分，我人民海军为保卫南沙群岛，在赤瓜礁海域面对入侵者的疯狂挑衅，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。这一仗，我参战的502、531、556舰官兵密切协同，勇猛战斗，取得了击沉某国舰船1艘，重伤2艘，俘虏对方士兵9名，我方仅伤1人的重大胜利。从此结束了共和国在南沙群岛仅靠发表声明。